首先，因为刚刚我们已经念完了心经，所以你们刚刚念诵的心经就是我们今天的讲义。可是你们平常念的愿消三障诸烦恼，就是这个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以及普愿灾障悉消除，远离一切的内外灾障，以及时时常行菩萨道的回向文。这个回向文是非常美妙的一个寄送文。今天我传授的对象是台湾的法友们，为你们教授。今天很殊荣，具有这样一个机缘能够为你们讲课，那你们求法心切，我呢大概的这年给对着随着求法者的一个祈愿，那作为讲者的我，又是一位释迦比丘，所以我有这样一个责任为你们讲解，而且确实我有如实的修炼，也能够为你们讲解。所以今天我要为你们讲解的讲义，是以心经为主，为你们讲授佛法。那今天非常的高兴有这样一个因缘能够为你们交流。佛法呢是在这个世界当中诸多主流宗教的其中一者。佛法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佛世尊自己也说，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如念结摩经，信说非为净。这是导师释迦牟尼佛亲自说的，也就是世尊说，比丘也好，智者也好，如果你们对我所说的教言有兴趣的话，你们应该如同炼金结金磨金般的来去观察真经为何。同样的，你们要以理智去观察我所说的话，如果透过检视观察我的话之后，的的确确感觉到我所说的是有逻辑的，是合理的，再来相信，这时候再来接受，好好修炼。这一句寄送文所表达的内涵是非常的博大精深，不可思议。
这世界上的主流宗教都有受到慈悲的价值，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也是极大，都是非常好的。可是除了佛教以外，没有任何的主流宗教的导师会叫自己的弟子来去挑战自己所说的话，只有佛世尊会这么说。因为其他的主流宗教的导师或造物主都会说要无条件的接受我所说的话，我每一个字都是要无条件的信奉才对。可是导师世尊并不这么说，导师世尊跟佛弟子们说，你们要以智慧来去检视我所说的话，如果你们检视后觉得合乎道理，再来去信奉，再来去接受。因此在印度里，一开始世尊为弟子们传授了四谛法轮。在讲解四谛的时候，首先佛说这是苦谛，这是极谛，这是灭谛，这是道谛，这是以四谛的性质而说的，之后再以四谛的作用而说。那四谛的性质是如此的话，那我们根据四谛要做如何的取舍的作用呢？而说知苦、断己、正灭、修道。那如是的，随着四谛的作用去做取舍之后，知苦之后，我们就要断己。我们不需要理由去学习知苦的这一段，因为不要说人类，就连昆虫都不想要痛苦。可是我们要学习的是，因为我们不要痛苦的缘故，痛苦的因来自于哪里？这个是我们要去观察的。就像我们生病的话，由生病造成了身心的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咨询相关的专业的医生，来去找到好这个不舒适的因缘来自于哪里。同样的，佛世尊对弟子们说，如果你不要痛苦的话，你就要找到痛苦的因缘来自于哪里。佛世尊说，我们的痛苦的因缘是来自于业和烦恼。那这个业呢，就是以英文来讲叫 action， 就是一种动作。那随着我们的动作，它会产生一个影响后者的能力，这个叫业力。那这一种的业，这一种的动作，这一种的行为，都是跟我们的动机有关的，跟我们的意乐有关。所以当这个动作是受到一个不好的动机的一个操控的情况下所发生的话，那这个意乐，这个动机就是不好的，就是烦恼。所以而说到了业烦恼和业极地和烦恼的极地。于是佛针对极地的部分说要断极，接下来又说讲了四谛性质，讲了四谛的作用之后，那之后讲四谛的果实，这个就是佛教的不共的一个理论，而说知苦不可得知，断极不可得断，正灭不可得，断灭，正灭不可得正，修道不可得修。所以以四谛的果实去诠释四圣谛，或四谛的果位去诠释四圣谛，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是要知道痛苦，可是如果我们去观察痛苦在哪里，去寻找的话，从境上是找不到具体的、真实客观的痛苦是可被得知的，所以知苦不可得知。而且世尊又说到了这个以多种的理由、诸百的理由来去证实无有自性。所以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知道，从这句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不要的痛苦是来自于业的极地，业的极地来自于烦恼的极地，唯一去除烦恼极地的方法就说到了空性。那至于这个空性的诠释上最详细的解说，就是可从龙树菩萨的文献当中获得。龙树菩萨呢，就是那兰陀佛教大学的顶严的学者，那也是导师世尊的
最主要的弟子。那龙树菩萨有许多的心子，许多的弟子。那在诸多的弟子当中，那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主要的一位论师称月称论师，因为龙树菩萨的中论有诸多的著作，可是在上百本的著作里面，最主要的我们应该去好好学习的著作、参考的著作是月称论师的入中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宗喀巴大师在缘起赞里面有说到了月称菩萨的这个入中论可以让我的内心获得修习，可以让我的内心获得清凉。宗大师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月称论师的著作真的值得我们去参考，值得我们去学习。月称论师针对中论的内义所做的解释称入中论，针对词义中论的词义所做的注释称显居论。显居论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文献，我们要去好好的学习。以我个人而言，我入中论还有现光专业论从小我就得要背诵。现光专业论的主要内容呢是引译现观道次第，也就是般若经的内容可以分显义和引义。引义的部分呢就是五道十地的现观道次第，那这个部分呢就是现光专业论的主要去诠释的内容。那至于般若经的显义空性的部分呢，这时候我们就得参考龙树菩萨的著作中观理据六论。中观理据六论当中，中论又从中观根本会论，这是一部最主要的要去参考的依据。我们讲空性的时候必须要知道，因为是缘起所以是空性。又就像中论里面所说的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所以显而易见，从中论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说，中论针对空性的诠释是缘起。同样的，龙树菩萨的心子提婆菩萨在四百论里面有说到，如生中生根，吃遍一切住，故一切烦恼由此断随断，若见缘起理，于此则不生，故此一切力为因说比语。这是四百论里面所说的，而且简单，可是呢却说到了扼要。这里面四百论所说的意思是，我们不要的烦恼最终都是来自于看到诸法皆为真实存在的一个执着，真实执着，自信执着。这个真实执着、自信执着要如何破除呢？唯有透过缘起的精通、缘起的透彻的理解，才能够完全遮止自信执着或真实执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论会说到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以及四百论里面所说的如生中生根，吃遍一切住，故一切烦恼有此断随断，若见缘起理，于智者不生。所以如果我们要去除烦恼的话，我们不要烦恼的话，那就要好好的去学习，并且思维空性。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反复的去想这方面的内容，让自己透过多次的检视获得定解。那以获得定解的内容，再反复的让内心去熟悉它、习惯它、串习它，让自己升起修所生慧。所以文思修是这么依序的修持的。所以修法其实指的是修心啊。所以光是透过信仰是改变不了我们的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到现在有这么多劫当中习惯的烦恼，所以这个时候光是用嘴巴说的啊，无有自信能够去除烦恼，来去以这种的说辞的表达来去让内心获得改变，确实是有困难的。所以只能透过自己反复的思维，透过修所生慧来去改变。那我个人而言，从小我就背诵现光专业论还有入中论，这是我每一天都会去背诵的内容。那时候我的内心里面没有什么感受，没有什么感触，
可是慢慢的，因为反复的去想无有自性空性的内容，而且般若经最主要对众生说的就是菩提心还有空性空真见这两者，那再加上空性和菩提心的这个思维，透过多年的这种修炼，让我的内心获得改变。就像我们在《宪观庄严论》可以看到，发心就是为了能够利益他人，求正等菩提的这一颗希求心，所以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所以也是因为是为菩提心，所以我的内心呢是悲喜交加，但是却觉得内心很充实、很温暖，如同《入菩萨行论》里面，《宪观庄严论》里面所说的“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而且《入菩萨行论》又说到：“若不以自乐，真实患他苦；非请不成佛，生死亦无乐。故叫故应出皮，故应出皮厌，欲叫觉心居，从乐去生乐，智者宁退却。”所以，《入菩萨行论》以诸多的理由、百门的理由来去成立。菩提心的殊胜，爱我之的郭焕，爱他心的殊胜。当我念诵到若不以自乐，真实患他苦，非请不成佛，生死亦无乐，我的内心确实有一种悲喜交加的感觉。那时候会感觉到以前我们的这些先贤大师因为修炼菩提心所获得的成就是如此的殊胜啊，而且过去的噶当派的先贤大师有说到，最好的极致进障就是思维菩提心，因为透过思维菩提心，一切的罪障由此净除，一切的功德福报由此累积，确实是如此，千真万确。所以菩提心这一个法门是极为重要必须要去修炼的法门。那有关空性的部分，就像刚刚所说的，了解空性的正确的见解，空正见而言，我们就要去学习龙树菩萨的中论，以及月称菩萨的路中论，还有路中论自是，这是我每一天都会去学习的内容。而且路中论自是里面有一些的表达表述的方式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就像我刚刚讲到路中论的缘故，想要引用路中论里面的一句话：前说深可怖，多闻亦难解，唯诸速习者乃能善通达。那这一句路中论的自是，这一句寄送文在路中论的自是里面是怎么做解读的呢？就是说，世亲菩萨、陈那、论师等，他们无法接受无有自性，一切都在世间通俗的说法当中能够坦然安立的缘起。难道你要说月称论师，你要说他们是违背缘起性空的深奥见解吗？月称论师说是的，他们的确违背了，他们背弃了缘起性空的见解，即便是他们非常有名气的大师，就是上述所说的寄送文的这句话。所以可见大师们真的是就事论事的，以逻辑的方式去分析。那路中论自是呢，也是我每一天都会去学习的一本最主要的经典，路中论的第六品的最后末端的时候有说到，他讲到呢，什么东方意识啊的，日月见。也是因为思维空性，反复的去观察的缘故。所以我们看一切的事物，都并非像看到般的这么的真实、客观、具体的存在。如果真的如同看法般的，他们是这么存在的话，那就会有四因尘的过患，也就是因尘圣者地面事物之过患，以及因尘世俗地为理智所堪忍之过患，以及因尘无遮胜于他身之过患，以及第四因尘无自性为非自空之过患。这四者的因尘过患的思维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也是我每一天都会去回忆意念的内容。如同事物的存在，如同我们所见这么具体、这么真实的话，确实会有因尘圣者地灭事物之过患。
因为圣者在宪政空性当中，宪政诸法的存在究竟性为何当中，应该要看到诸法的这一个具体客观的一个存在的自性才对，可是看不到啊。因此就有因成圣者定面事物之过患，而且还有因成世俗多为理智所看重之过患，因为这一切的存在只是在世间通俗的说法当中合理的让它存在而已，仅此而已，并不是在观察自性当中能够被堪忍的，以及因成无遮胜依他身之过患，以及佛经里面有说到诸法皆无有自性，色不因由色空而空，色乃空性故。所以在此已经说到了，我们觉得色是从它本身而形成了它的作用，这个呢是存在的最基本的一个准绳，这个不去破除，而去说到了另外一种的第十有再去破斥，破斥，所以而说到了不被无为害事所损害的一个镜上的不共存在，而说到了一个自性以外的另外一种地势，我再去破除。那这一种的破除之法呢，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了解性空的，所以而说到因成无自性为非自空之过患。所以上述所说的四种因成的过患，是我每天都会去思维的内容。那也是因为如此的思维和坚持，对我的内心的改变帮助极大。那陆中论所说的也好，就是陆中论里面说的，如是慧光放光明，遍达三有本无生，如观掌中安摩勒由名言地入灭定，虽常具足灭定心，然何悲念苦众生。所以因为思维空性的缘故，能够让我们进入到灭定的这种状态，这个是我所期待的，也是因为思维空性的缘故，让我的内心获得非常的宁静的一个境界，仿佛进入灭地的状态。所以由明验定入灭定，这不是经典上所说的一种表述而已，它是实际上可以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所以反复的思维空性真的很重要。所以上述所说的内容，这是我每一天都会去思维的内容，也是因为每日的坚持会让我的内心获得改变。这时候在念心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心经是非常有重量的一本经典。那至于般若心经是否要为你们传授这个口传，我觉得可能就不需要了。我就挑重点的为你们解释。梵文曰，那之后讲藏文曰，如同相关庄严论里面所说的，求其声闻有鲁智，引导令趋最极灭，诸乐饶益众生者，道之令成世间利。诸佛由具种相智，宣此种种众相法，具为声闻菩萨佛四圣众母我净礼。佛、菩萨、声闻、独觉，都是透过空正见才能够获得成就的。如是的空性的诠释，作为诠释内容的经典啊，有般若经。那般若经的种类有不同的广、中、略三种。那广的话就是般若十万颂，中的话般若二万颂，略的部分般若八千颂。那我就是很殷重的去请啊般若二万颂的口授的传承。那至于十万颂，我确实没有时间。那
八千颂，我不只获得口授传承以外，我获得教授传承。那心经是我们每一天都去念诵的一本主要的经典，而且去修炼的思维的一部重要的经典，那当然不在话下，也获得这个口授和教授的传承。尔时佛入声名三摩地当中，在灵鹫山的这个地方，佛陀佛世尊的周边围绕着诸大菩萨。那佛世尊在诸多的菩萨和比丘众中当中进入声名三摩地。声名这两个字的用词是非常重要的。声指的是无自性，自性空，空性的意思。名指的是名是施舍耳的缘起，所以不是说因为空性什么都没有，绝对不是这一回事，而是说这一切存在的事物并不是以自己的力量而形成了它自己的属性，不是以自己的力量形成自己的属性，不代表事物没有属性。所以名指的是在通俗的说法当中仍然可以安立其事物的属性，只是其事物的属性或其事物的存在并非是以自力而让它存在而已。这时候世尊加持观自在菩萨以及舍利子，于是观自在菩萨跟舍利子当进行了交流。所以而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在藏译里面有说照见五蕴亦皆空，也是的意思。在汉译里面只有说照见五蕴皆空，并没有说照见五蕴亦皆空，就是也要皆空。那中文汉译里面没有这一个意字，当然你们可以做研究。我曾经有问过一位精通梵文的学者，我曾经问过心经梵文版的心经里面有没有这个意字，他说有，很肯定的说有。所以如果有这个意字的话，我觉得它可以带来很深奥的解读。有两种解读，第一个是五蕴皆无有自性，不是以自己的力量形成他自己，不只是五蕴这一个无有自性以外，由五蕴所施舍的普陀杰罗本身也无有自性。因为有一些夏布伦师认为普陀杰罗是施舍有的，可是普陀杰罗的施舍处五蕴是肢体有的，所以在此说到不只是普陀杰罗无有自性以外，普陀杰罗所施舍的这个依据施舍处五蕴本身也无有自性，所以叫做照见五蕴亦皆空，这是一个解读。第二个是在初转法轮的时候只说人我，可是在二转法轮的时候不只说人我以外也说法无我，所以不只是人无有自性以外，普陀杰罗无有自性以外，普陀杰罗的施舍处法无蕴也无有自性，所以照见五蕴亦皆空。所以可以根据初转法轮二转法轮的这个解读来去做解释，以及不止人无有自性以外，人的施舍处的这个法无蕴也无有自性。因为像唯识派等会觉得普陀杰罗因为是自性有，所以必须要从他的施舍处当中找到普陀杰罗的存在，所以以心事来去作为普陀杰罗的势力，而去说普陀杰罗可被寻找，而说到了心事是第十有的。可是中观师说无论是心事或由心事所施舍普陀杰罗皆无有自性，所以照见五蕴亦皆空的意字呢，确实有它的一个深奥的用意。那听说汉译没有，如果
汉译的心经里面没有的话，你们在念诵的时候应该要多加这个意字去做思维。所以不只是人无有自信以外，人的思索处的五蕴也无有自信。所以不只要照见人是空性以外，也应照见五蕴也是无有自信，照见五蕴一切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以佛的加持力，具寿命的舍利子问观自在菩萨，如果菩萨们想要去行深修行这一个深奥的般若波罗蜜多的话，应该怎么做呢？于是观自在菩萨对舍利子说，若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该照见五蕴一切空。照见五蕴一切空，方能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此说到了空性四门，这是心经的关键。那我们讲以七相的理由来去做观察，以五相的理由去做观察等，在中观的典籍里面，会说到离一离一的正因等，以不同的这个理由来说观察，像是金刚血因观因，破有无声音观果，离一离一的这个因是观性质等，都不离七相和五相的观察。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在此我们以色法为例好了，具有形色的一个事物为例，我们看到这个具有形色的一个事物的时候，会觉得这一个事物他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它是存在的，这个是存在的最基本的准绳，这个不能破，这破了等于就没有了。所以他要破的是另外一种的第十有，这一种的第十有的破除没有意义。根据我们对事物的直接看法，会觉得事物它是一个具体客观存在的一个看法本身去做破除才有意义。但是这个被破除了，不代表说这个事物是不存在的，所以说空即是色。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具有形色的这个事物，能够在明视思色当中存在啊，所以空即是色，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谓的空性，是针对一个存在的事物而去说它是如何存在的，而不是一开始就未存在的东西而去说空性啊。所以一开始必须要一个所遮的有法，我们看任何事物的时候会有一个错觉，会觉得这个事物是一个具体客观存在的一个事物，以自己的力量让自己存在的一个事物，这种的存在是未曾有过的。但是不代表否定这个存在就等于否定了它，因此空即是色。因为色物不是以自己的力量而有，所以更能够依赖明视，依赖他缘而有，因此色法才能够形成呢。所以空即是色是说，这一切的色的属性、色法的属性、事物的属性，都能够在世间通俗的一个名言和心事的事实当中坦然安立。所以我们在讲空性四空、八空、十二空、十六空、十八空等，这些都是在有的事物的基础之上而去说空性的，而不是未曾有过的像兔脚般的这种势力来去说空性，这样没有意义啊。所以在此说到了空和有的无为啊。所以我刚刚引用了中陆中伦的这句话吗？陆中伦的这个四音尘的这句偈颂文，
是非常重要的。因成圣者地面事物之过患，因成事物世俗地为理智所堪忍之过患，所以并不是会产生因成圣者地面事物之过患，也不会产生因成世俗地为理智所堪忍之过患。所以理智去观察事物是如何存在的时候，找不到是以自己的力量所形成的任何的属性和作用，可是不代表说它没有属性，只是这个属性去寻找之后找不到，寻找之后找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啊。所以空即是色，所以无有自性的这个空性的缘故，因为事物不是以自己的力量而形成的缘故，所以它的存在更需依赖他者而被安立啊。所以它的存在是更合理化的，如果它的存在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有的话，那就反而不合理了。所以空即是色，如果色并非是自性空的话，色就不会改变了，因为色的属性是以自己的力量而有的，不依靠他力了。如果色不依赖他力的话，那以其他的因缘就无法改变色法了，所以色法就永远不会改变了。所以空和有，空和色是不相违的，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在此说到了世俗地和生意地的体性为一的内容，也就是空性是针对某一个存在的有法而去说它的一个存在的究竟性为何，而去安立空性的。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所以有与空的体性为一。现在的量子物理的专家们，他们所诠释的内容其实某种程度蛮接近无自性的理论，因为量子物理的专家们说到，以古典力学而言，那这一切的物理的现象都是可被衡量的，就是一个具体客观的存在，都是永远可被衡量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色声香味触等，在任何的这种宏观世界的一个表象上，都是可被宏观世界的一个物理现象都是可被衡量的。可是到了量子的一个微观世界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这一切都无法被衡量。而且当你有观察者出现的时候，诶，居然这时候的一个量子的一个现象可被衡量。所以这一点的说法呢，跟唯识派所说的因为有一个有法是以自己的力量而有，所以心是必须是第十而有的。所以而说到了事物的存在，是因为有一个观照此事物的心事现起了之后，才有此事物的存在。这个跟量子物理所说的当量子处于量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是无法被衡量，除非观察者出现的时候才可被衡量的说法是非常相似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他讲什么？错都不是啥子吧？修改什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他提出这不需多做说明了。接下来又说到，三世诸佛以般若而波罗蜜多的缘故，以般若波罗蜜多故，才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的导师释迦尊者，释迦牟尼，他也是自己反复的思维空性，而获得果位的。就像世尊在获得正觉果位之后说到了，生即离系，光明无为法，有如甘露此法我已得，若是于他无有谁能知，不如住于无语森林中。
导师释迦牟尼佛透过了六年苦行，真相为何，解脱大道为何。于是导师释迦牟尼佛觉悟了，他发现我们虽然想离苦得乐，可是却离乐得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对我上产生了错觉。我们会觉得仿佛有一个操控着的我在背后操控着我的身和心，就像我们在讲我有身与意的时候，仿佛背后有一个操控着的我去掌控或者去拥有这一个身与意。但是这个仿佛背后有一个操控者的我到底是在哪里呢？去寻找之后找不到，你只能摸摸头啊。所以说到了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在，如来不有因，何处有如来。中论在这一句偈颂文里面是针对如来做诠释，所以说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在，如来不有因，何处有如来。那这句话呢，我会做修改来去思维我自我。所以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在，自我不有因，何处有自我。也就是我并不是以自信来去依赖我的五蕴，五蕴也并非是以自信之力，以自己的力量成为我所拥有的事物。所以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在，自我不有因，何处有自我。这一个操控者的这一个自我到底是在哪里呢？寻找之后找不到啊。那我们说我们拥有这一个身与意，可是在背后有一个拥有者的那个我到底是在哪里？可是没有背后这个操控者的我不代表没有我哦，我是有的，只是我们去认知我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这个错觉就是我们会认为我的存在是因为我是一个身与意背后的一个操控者的我，但是这种我是未曾有过的。如果有这样一个我的话，去寻找之后应该找到才对，可是找不到啊。我是存在的，我们不是说我不存在哦，我会造业，我确实有身与意，我们不是说没有我，我们说的没有的那个我是什么呢？而是操控身与意背后的这个操控者的我，这是没有的，未曾有过的。所以我绝非像我们平常所认识般的这么具体客观的存在。可是开始的时候可是我不知道那么久那天天当真。所以陆中论又说到了，若为自相一缘生，谤彼即坏诸法故，空性因是坏法因，然此非理故无性。所以这一些的事物去寻找之后的确找不到，由此我们可以证明了一点，这个事物绝非是以自己的力量让自己存在。既然事物不是以自己的力量让自己存在的话，那是怎么存在的？它的存在就是仅依他力，被名是事事而有，仅此而已。所以这时候了解这一个真相有什么好处呢？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好像仿佛背后有一个真实独立的这个我的一种错觉，当我们这个错觉拿掉的时候，很多的烦恼都会随之去除了。因为当你深信没有这种独立的一个操控者的我的时候，很多的烦恼都是依据这一个基础而产生的。所以随着这一种错觉的去除，许多的烦恼也会随之而消灭。这个就是思维空性的好处。所以四百论刚刚引用的这个四百论又说到了，由此断随断，若见缘起理，于此则不生了，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把烦恼称为烦恼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会苦恼具有这个烦恼性的众生啊，所以叫烦恼嘛，它会让你烦恼，所以把这种负面情绪取名为烦恼嘛。那这一个烦恼到底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诸多的错觉啊。那诸多的错觉当中最主要的错觉就是来自于我们看事物的时候会深信我们的看法，会觉得事物它就是如此的真实具体客观的存在。那当你知道真相绝非如此的时候，你就能够深信灭谛解脱是存在的了。三世诸佛也是依靠
般若波罗蜜多的缘故，才能够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等菩提。所以在此说到了空性的殊胜，空正见思维的好处。之后又说到咒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那有一派的说法是：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正确的到彼岸去吧，建立大菩提。揭谛就是去吧，揭谛去吧，波罗揭谛到彼岸去吧，波罗僧揭谛。正确的到彼岸去吧，菩提萨婆诃，建立大菩提。也就是因为反复的思维空性，坚持这一个空正见的缘故，慢慢的，你看诸法都如同幻化，你看诸法的时候都不会那么执着它是真实自信而有的，也是因此让你减缓了烦恼，让你进入五道十地，也就是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彻底断除真实执着、机器种子还有习气的时候，就是菩提萨婆诃，建立大菩提，也就是获得正等菩提的果位了。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光是空性的思维、空正见是不够的，必须还要菩提心的摄持。只有在菩提心摄持的情况下的空正见的修炼，才能够成为诸相俱胜、具有一切功德的空正见的修炼，才能够断除所执障。由这一种的空正见的修炼，才能够成佛。所以，空性的思维，绝对会让我们的内心逐渐获得改变。你们平常汉人法友们会念诵愿消三障诸烦恼的这个偈文，里面也说了，要消除三障烦恼的话，就要第二句话，愿得智慧真明了，也就是以智慧去了解真相，真明了，让你去明了真相为何，真正的去明了真相为何。那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集资进账的。那我们需要菩提心去摄持空正见的缘故，那而说到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所以这一句偈颂文真的是很博大精深，这是你们平常都会去念诵的祈愿文。那也希望你们在念诵的时候能够去了解这一句偈文所要表达的内容。首先先广大的去学习听闻，让自己升起闻所生慧，之后再反复的检视观察，让自己升起思所生慧，那再针对已决定的内容反复的去熟悉它、习惯它，升起修所生慧。我小时候虽然背了相光专论和入众论，可是那时候我小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慢慢的也因为师长的恩德下，我学习了这一些的注释，逐字的去消文，逐字的去了解。我的老师是令仁波切和铁匠仁波切，铁匠仁波切对我讲广论还有修心典籍等内容，这个对我的菩提心的修炼很多的帮助，对我的内心的改变有很大的帮助。那至于大教典的部分，最主要是令仁波切对我的教导，所以对我的恩泽也极大。我来到了印度之后，在令仁波切快往生之前，我曾经有请示令仁波切，也就是我把自己平常思维空性的内容对令仁波切报告。令仁波切那时候对我大力的赞扬，说你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虚空瑜伽师。那我觉得即便如果现在没有成为虚空瑜伽师，应该也快变成了虚空瑜伽师了，现在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呢？首先我的确反复的听闻，反复的学习这些，广大的去学习这些内容文，不只是听闻以外，我会整理，我会反复的去思维检视
从日常生活去做印证，去观察，这个叫思。那观察决定的这个内容，我会反复的去想它，熟悉它，习惯它，串习它，这个叫修。这是我闻思修每日坚持之后所获得的好处，这是我想跟在场的法友分享的内容。所以我不止，我希望你们不止念诵心经以外，你们在念诵心经的同时也要知道心经的内容。为此你们应该要去学习中论还有陆中论。那如果你要学得更好的话，那你就要逻辑的这个工具，那你就要去参考量学的内容。那在参考量学的时候，你们可以先从阴明学、心类学开始着手进行。那尤其在心类学里面有说到了五片形等不同的这个心所的一个种类如果你们能够去学习的话，对你们的帮助会很大。否则的话，我们只会用英文的用词叫 emotion， 情绪情绪情绪而已。这个情绪变成太笼统了，摸不着它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那但是在心类学里面对我们做了很仔细的一个解剖分析，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五片形为何、二十烦恼为何等这个心所的种类的认知，而去知道说原来 emotion 情绪指的内容是这个。所以我时常对汉族的华人的法友们，对你们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去学习大教典，你们不应该只是以打坐修禅为主，一定务必要坚持闻思修这三者，不应该分离，这点很重要。那以上已经圆满了心经的教授，接下来我们进行问答题。接下来我们进行问答的交流。这样子，他是三班的。你们通知其他考虑呢？继续的。呀，透过了生死熟虑之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问。Question。谢谢。顶礼尊贵的第十四法王达赖喇嘛尊者。三宝弟子 Vincent 呢，很高兴的再次聆听到法王的教诲。那这边来讲，扎西德勒，谢谢法王的教诲。那弟子呢，今天想请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请问空性和自性空的差异为什么？那这边来讲，看到法王身体健康，那是，法王好，不好意思，我再重播一次好了。那谢谢法王。谢谢。法王好，很高兴再一次聆听到法王的教诲。那三宝弟子呢 ，Vincent 呢，想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从今天的这个心经的讲授呢，我想知道空性和自性空的差异在什么？就是这个简单问题。在这边谨祝法王身体健康，正功康泰。谢谢。扎西德勒，谢谢。扎西德勒。这东北人是的。电视上面看到呢，佛世尊在讲四圣谛的时候，如同刚刚说的，在四谛法轮的时候，东北人是啊，给七谛，可是我们南北，但佛罗汤布看到呢，前呢七谛必须要的。说到了空性，所以空性的用词从初专法轮起就有了。可是什么是空性？空性的解读却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差异。东北人谈到的，到底被送过药的？因为进步有对空性的解读。有毗婆沙宗有对空性的解读，
唯识有对空性的自己的解读，那中观派又可以分两派，也就是名言上认为有自相的自续派对空性的解读，以及名言上否定有自相的因尘派的空性的解读。那如果我们讲最高的这一个中义因尘派的一个立场来讲的话，空性是什么呢？空性就是无有自性，空性的解读就是无有自性，就是事物并非以自己的力量形成了自己的体性。那以因尘派的角度而言是一样的，可是以其他派系就不一样了。什么问题？好。谢谢法王啊！我想这边来讲话，还是请法王这个身体要注意健康。我们先换第二者，谢谢。尊者，吉祥，弟子是王云秀，真的很高兴在这个很殊胜的因缘当中，可以大众一起和您共同聆听您的教言。愿您长久住世，健康吉祥，法轮常转。最重要是要赶快来台湾。哦，但我是台湾，你不得了。东北电军党，电军东北的团都做做出的肯定呢。我到底。那弟子想要请问您，就是如何以空性来证成缘起，以及以缘起来证成空性，请尊者。哦，到底哪个是不是的？东北这是很重要的关键。当我们在讲空性的时候，如果你的空性的解读是寻找之后找不到，这个叫空性，由此而定义为空性的话，那是不全面的。真正的空性的正确的理解是，我们会觉得事物是以自己的力量形成了自己，这个是错的。因为没有任何的体性是以事物自己的力量而有，所以事物的体性只能完完全全的依赖他者而被认定而有，而被施设施与设定而有，而被认定而有，仅此而已。这个才是真正空性的理解。所以真正空性的理解必须要透过明示施设而有，仅此而已的认知来去了解无有自性，来去了解空性。所以在无寻无找当中，随着世间通俗的说法可以坦然案例其作用。如果是有自信的话，寻找之后应该找到出来的，可是找不到啊。所以也是因为这么思维，当你在讲空性的时候，不是完全的否定，绝非如此，因为这一切都在明示施设当中而有，仅此而已的缘故，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没有任何的体性是以自己的力量而产生的，一切都是在一个认定当中而存在的，不是事物具体的客观的以自己的力量而产生。所以在经论里面又说到缘字，指的是完全的依赖他者，完全的关待他者，所以破除自性有。起字指的是形成存在有的意思，所以有起字否定了堕落于断边，排除了完全的否定。所以缘起这两个字 是最好的了解空性的理由，如同国王般的理由，能够让我们坦然入中道。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好，非常高兴，主要送不得了，非常高兴。天主党准备七八十几呢，得了车辆肯定是过不的，肯定结果呢。我们如何呢？作为一个符合现代的佛教徒啊，请教法王，谢谢。好、哦，天主党准备七八十几呢，现在的写手都七八大，天主七八。世尊在世时候的佛教徒跟今天的佛教徒有什么差别呢？没有差别吧？因为我们要做的是改变我们的内心啊。至于外在的穿着，这些次要啊，无关紧要啊。当然，你如果你是比丘或沙弥的话，那这是少数的人啊去成立的这样一个僧团，那这个就是要搭配着律学、来去做的一个行仪。
至于空性的部分，最主要是通过自己的思维和检视而去改变我们的内心的。你的外相不需要改变啊，所以符合现代的佛教徒，你就穿一个西装，有现代的知识。像我有些认识的顶尖的科学家们，他是科学家，也是非常著名的教授、大学的学者，可是他内心里面确实有认真去思考菩提心还有空正见的内容，但是他不会对外说我要去修炼菩提心、修炼空正见。我们也不需要特意去炫耀啊，我们平常做什么工作就做，但是内心里面透过菩提心空正见思维来去让自己变得更善良，变得更有智慧。那通常我一直在说，我们要身体的保健，同样的我们应该需要心灵的保健。菩提心和空正见的修炼就是最好的心灵的保健，因为菩提心和空正见的思维，你的内心会无忧恐怖，而且远离一切的畏惧、妄念、执着。尤其你对空正见越有体悟的时候，或者是对菩提心越有体会的时候，真的会如同陆中论所说的，如是慧光放光明，遍达三有本无生，如光如观掌中安摩勒，由明言地入灭定，虽常具足灭定心，然恒悲念苦众生，此上后能以慧力胜过声闻嫉妒觉。真的的确说得非常好。那我们说现代的佛教徒只是现代的专业，就现代的专业就有现代的穿着，仅此而已嘛。他只是以外相去定义的，跟内在的一个品质无关啊，不是以内在的品质去定义现代的人啊。所以就以内心的一个品质而言，跟以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啊。但是我们为了让我们的内心品质获得更好的一个品质，更改良，的确需要菩提心和空正见思维啊。无论你有什么样的专业，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工作，这个跟修炼菩提心空正见并不矛盾啊。但是无论你在什么样的领域，你都会有愤怒的时候。那因为会有愤怒的机会，所以透过菩提心控制你的情绪，让你不要去愤怒，这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吗？下一个问题。弟子魏秀珠等众以身于一三门，至诚恭敬顶礼具杯大悲圣观音尊莲足下顶礼，请尊者慈悲我等众生法体安康，恒常住世百劫，请问尊者对于佛法初学者，如何驱入将空性与菩提心结合双运而修，让我们与法的距离越来越近？谢谢尊者。广萨卓兰念是十句了，东本尼当将这个声诵读者呢，能不能是的其他一难？他东尼国庙的。思维空性呢，如果它是建立在出离心的一个基础之上，为了自己获得解脱的话，那这一个空性的思维会变成声闻和独觉的因缘。但是如果你的空性的思维是以菩提心摄持的情况下而去思维空性的话，那这一个空正见将会转为对治所知障的因缘。所以我们刚刚说诸相俱胜的这一个空正见的思维，就是在菩提心摄持的情况下才有办法做到的，它才能够具有一切殊胜之相，所以叫诸相俱胜的一个空正见的思维。那也是因为思维菩提心圆满一切的福报资粮，也是因为思维空正见圆满智慧资粮，所以而承办了究竟佛果位的色身和法身。色身靠的是菩提心所带来的福报资粮所获得的，法身靠的是由空正见思维
所产生的智慧之粮而有的。所以色身又称他力色身，法身又称自力法身，由此而究竟二力。好，法王好。下个问题。真高兴看到您。我想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因为我是个初学者，我想问信心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又没有智慧，我们如何修我们的信心，然后步步增上，哈，又坚固，又不动摇，哈，麻烦您慈悲开示，谢谢。讲出去了，您先十句了，我都全部来当不是，恰准备，因为呢，台湾的信徒给起来送呗，但台湾的了，主要没办法，点不起给啊，给他批评的结果嘛。到底台湾的，特技人的。在此所说的信心，最好是如同刚刚引用的佛世尊的偈文所说的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摩语如练结摩经信受费为敬的这个信心。那这个信心呢，是透过检视观察之后所产生的信心，是见理所称的信心，这个才是会坚定的。如果呢，你的信心是没有理由为依据的，只是说哦，我的上师很珍贵，那这个叫迷信啊。那这种的信心，我们随着传统一直坚持到现在的这个迷信，很有可能会随着别人的煽动而动摇改变了。所以我一直在说，信心要坚定的话，你的信心必须要转变为见到道理、见理所生的信心，也就是透过检视、反复的观察之后，搭配着生活去印证之后所产生的信心。这个就是纳兰陀佛教大学一直在提倡的信心。所以上师或者善知识他自己的平日的作为，这个也是我们要去观察检视的内容。那他看他是不是表里如一，还是表里不一？那他表里如一的时候，再加上他所说的法经过我们的检视，经过我们的生活的经验能够被去印证，那由此而生的信心呢，就会非常的坚定了。否则的话，只是随着别人的一种说法所产生的一个信心的时候，这个是迷信。后来之后你看到上师的一个不当的作为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惊吓，怎么会这样子。尊者你好，扎西德勒，祈愿你能早日来台湾，然后身体安康，法轮常转。请问一下，在现今的那个纷乱的环境里面啊，人们的贪欲，还有就是因为忧郁而自杀的案件越来越多了，那请问我们该如何断灭呢？今天公司出了，今天十月了，针对于我自己针对的，最好像切为基础的难了，或者对下信徒切我的。那收入那些的，让些家境的城市忙着忙着周围，周围被看死了。在国北特别大，在国北那么的肯定资源呢。但是伊的，啊的，电中是啊个，电呢中啊是，可就伊蒙古这个电呢用过的不？但伊的缘起的思维很重要，因为你要以多元的角度去看待所有的事情。那这社会上会有不同种类的人，会有不同思想的人，因为你多元的角度去看待这个真相，所以你更能够去接受这些不同的观点的人。加上我们现在是自由民主的社会，所以每一个人的立场不同，观点也不一样，那每一个人的想法也不一样，因为想法不同的缘故，所以他专业也不同，追求的也不同，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当你能够去接受不同观点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不会那么的小心眼了。而且之所以会抑郁忧郁的主要原因，就是把所有的生活的重心都摆在自己的身上，这个爱我执会让我们产生忧郁啊。所以要尽量的减缓爱我执。我们人有智慧吗？我们有判断的能力吗？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
逆缘的时候，不要因此而马上烦恼，你应该去观察这个问题是否可被解决，而且从更大的角度去想，一切众生都应该是我们的亲友才对啊。当我们在念诵仪轨文的时候，有说到了愿如母一切有情众生，如母一切有情，我们会用这种的用词。所以当你打从心里面的真诚的去对待和珍惜一切有情众生，说来进入哪里啊，那内心在如此珍惜和尊重的一个情况下，怎么会有忧郁呢？而且你应该好好的去学习《路菩萨行论》。《路菩萨行论》里面说到了诸多的爱我执的过患、爱他心的功德，而说所有世间的悉从利他生，一切世间苦先由自利成，何须更烦恼？凡于求自利，摩尼为利他，其观此而别。若不以自乐，真实患他苦，非请不成佛，生死亦无乐。的的确确是如此啊，我们一直把生活的重心摆在自己的身上，比起爱他更爱自己的执着，会让自己呢无限的放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一点点的冒犯自己，我们就非常的生气，我们就非常的愤怒。不止有爱我执以外，我们智慧又没有办法从多元的角度去想，所导致的问题。菩萨们因为反复的去珍惜一切有情众生，我未曾听过菩萨们因为去承担众生的痛苦而抑郁自杀，我未曾听过。因为菩萨们打从心里面的去尊重他人，打从心里面去承担他人的痛苦的时候，在如此强大的心力下，怎么可能会有抑郁？那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些自杀的现象，就是因为内心里面把我看得太重，把生活的重心放在我的身上所导致的。法王好，我是龙清心随弟子汪之莹，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法王请益。如果是一个初学佛法的人，他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应该要如何去修行？祝法王健康快乐。等等，公司出了年纪许久了，我说能去那么来等我这部基因不行呢？我说你们的日行难了，错难了，去肯定是你们说的过多。这确实了呢，真都不懂要说了。所谓的修法，并不是叫我们去念某本、某一部论、某一部经，或者是某一个仪轨，这是次要的。所谓的修法，是指改变我们的内心，也就是以福德资粮而言，反复的去思维菩提心，让心去相应菩提心；以智慧而言，让心去相应空真见，反复的去思维空性，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啊。那当然，如果以菩提心和空真见摄持的情况下去念咒，再去念经，再去念论、念仪轨的话，那当然是更好的。如果没有菩提心和空真见的情况下，只是持咒修这些仪轨的话，会不会相应正法？这个是有争议的。更何况是如果我们以这种嫉妒，或者是一种埋怨的一个心态，甚至想要诅咒的心态而去持咒的话，那会相应非法。所以这个不是修行啊。所以修行指的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相应于正法，那这一切都是依赖观待而有的，都是依赖着因缘而有的。当你深知这一个真相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不会有那个所谓的小心眼、钻牛角尖的问题了。因为当你在看到单一的这一个逆境的或者是困境的现象的时候，你不会一直在钻牛角尖，陷入在这一个困境里面，你会从此里面跳脱，说原来有这么多的角度我可以去理解这件事情，因此有什么好值得我去愤怒的呢？这个就是以智慧的方式去思维真相，以这种方式减缓烦恼，还有一个是以菩提心的方式来去减缓烦恼。所以多多的思维菩提心空真见，这是每日的最好修行。亲爱的法王您好，我是台湾
只傍吉祥果梦的学佛弟子。那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里面就知道说，你要成就佛道应该依照道次第，透过文思修这样渐次增上。对这个部分来说，我们会觉得说会不会有一点困难，如果说我们觉得有些困难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一样渐次增上，能够成就佛道？谢谢。孔舍出了您是许句了，我是南州的罗中节律引进民籍车上公司人不行的娘子两个生养了得到家给女伴没办法呢，对南州娘子两个特别行不行呢？对车上公司车的国家其实那时候有文思修可以分不同的层次啊，像是如果你有机会能去学习许多的大教典的话，那就应该去学，因为当你听得越多，你获得的资讯就越多，那你思维的内容参考的依据就会越多，由此去修炼的时候内心的改变的机会就会越大，当然特殊光速是呢，思考的角度就越多。那或者是你真的没有什么时间无暇去修学习的话，那至少你可以透过一些简略的经论来去了解佛到底指的是什么，什么叫做觉，什么叫做净，因为三阶佛就是净觉的意思嘛，透过净而觉，这是什么意思，以及法到底指的是什么，僧到底指的是什么，那我们要皈依的佛法僧的三宝到底是什么，所以你可以根据你所要知道的内容来去做文思修啊。所以文思修不一定是广大的学习大教典才叫做文，不一定是这个意思，根据自己的能力，根据自己的时间，如果你有空有更多的时间，那就去学习广大的教典，这是没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参考像是阿底峡尊者的道句论，像道句论就非常的简要，并不是像大教典这么的博大精深，所以阿底峡尊在托利的这个地方有人请求阿底峡尊者说，我们不想要去花很多的时间广大的去学习诸多的教典，请阿底峡尊者为我们讲解一本简略的一个修炼的手册，于是道句论就是这么形成的。所以般若经也分广中略嘛，广的部分就是般若十万颂，中的部分般若二万颂，那略的部分就是般若八千颂，甚至于还更略的就是无可言思般若度，不生不灭虚空体，个别自证自行净，三世佛母我净理。所以即便是般若经，佛陀也很善巧的随着众生的不同的根器而去说到不同的广中略的版本的般若经，所以随着自己的一个时间和能力，先从略的部分做起，那当比较有空的时候再进入中，之后再进入广，如果这么做的话呢，对你来讲会更容易的进入系统的学习，像是中大师的三主要道，还有摄诵论等，那这些并不多，那由这些三主要道的学习让自己大概理解是什么意思，那之后再去读略论，那之后再去读广论，那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再去读中论，还有陆中论的善贤密书，中论的正离海等，还再搭配着了义不了义善说藏论，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要去学习大教典的话也是很困难的，即便是要长一个幼苗也从小苗开始长起嘛，所以我们要升起智慧之苗的时候一定是从幼苗开始长起，慢慢茁壮长大的，同样的道理。亲爱的法王，扎西德勒，
支持你。弟子琼云祈请你，祈请你法轮常转，法体安康，长命百岁，长久住世。我们所有的人在台湾等着你莅临。我在这里想请教你一个问题，请问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一直一个教派一个善知识比较好，还是一直多种不同教派多位善知识比较好？谢谢您。好，那你我来讲，公社处的台湾的教务派啊，当女的七品男头的给说的是个月，等下我做南区将军的出去接单，各位先生接困难点不来，出去忙活当，明朝在那里要来呢，那接困难点不得要来呢。这个得根据自己的条件还有自己的一个根器的不同而去决定的。有一些人他依止更多的善知识的话，对他更有帮助，因为每一个善知识 的教授都不同。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依止的善知识有20多位，许多的善知识，因为他们有各个不同的专业领域，所以从他们不同的专业的一个领域或他们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我会获得很多的教授。如果你自己依止了许多不同的上师，那上师本身不同的一个争议的时候，这个不是你应该去干涉的事情，这个就不用管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真正的善知识是大教典，真正的善知识是佛经，这些大教典，这是我们真正的善知识。那以人相，以呈现人相的这个善知识，有些自己可能搞不懂状况，还会说啊，这是我的弟子。但是上师本身却教授弟子们如何贪嗔，这也是有可能的，不是没可能。最主要是自己要学习大教典而去做判断，因为自己依止了许多的上师，那从不同的上师获得了不同的传承，那有时候会产生矛盾，不同的立场，那你会觉得有矛盾的时候，那可能对你来讲就不是很适合了。像是密勒日巴，就主要的就一指一位马巴大师。那当今而言，不同的派别里面，只一指一位上师的也是有的，很多人。像以我来讲，我一指的善知识有萨迦派、噶举、尼玛、给路。那这四大教派的教授，我几乎都得过。有一些从单一的善知识，有一些是同样的教授从不同的善知识都有获得，这个没有问题啊。根据自己的条件，根据自己的一个根器和情况，有一些人适合依止更多的善知识，对他的帮助更大，对他的一个修心上更有帮助，那这样的话对他来讲就没问题，依止多个善知识就没问题。重点是我们要依止的善知识必须要具象的善知识，符合条件的善知识，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内部的争议了。下个问题。尊者法王吉祥如意圆满，这是的累佛弟子今天想要请教，许多人说佛学佛法不应分教派学习是最好的，请问要如何不分教派来做学习？感恩尊者。今天公社出了年岁许久了，天上没忙不得四个度，但出路人们讲呢，压学堂上学的人的四个度，可是出路人们的结果呢，人们参与不得可能结果呢？对了吧？
可能呢，哦，不然儿子，中的小小呢，多这边中的。像我们在学习宗义的时候，佛学的哲理的时候，有说到了毗婆沙宗的宗义、金部的宗义、唯识的宗义、中观的宗义，我们这些都要学啊。那他派系之间会有不同的立场，这个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是什么？这个对我们智慧的增长的确有帮助，让我们的见识变得更加的广泛。所以从不同的派别的三智士获得了教授的时候，所获得的这个资产是自己的。当然你这些的资产作为贪嗔的因缘是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过去的历史也可以知道，很多的不分教派的大师，他们从不同派别的善知识获得教授，因此获利的人比比皆是。法王尊者，扎西德勒，扎西德勒，在我的过去这些年当中见过你好几次，在国外，在印度，刚刚看到你在荧幕上现出的时候呢，我还是挺激动的。在这里呢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请法王开示。我们常常在修学佛法当中讲到安忍，要修安忍，但是呢佛法修持的时候，在团体的队伍当中呢，难免会经常会很多人会生气愤怒，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在安忍上要怎么下功夫，请法王尊者开示，谢谢。那刚才说了，各地他们就是说的，但是可能是说的，但我是能去讲这个社保公司的社会那边的养那样的生活度。但我说你们大把的心囊了，控制的给得不给老婆十几千元章，但控制给的社保肯定公务员呢。他，啊的，控制你们，有关愤怒的过失，以及安忍忍辱的殊胜胜利，那其实这一切。这些都是跟爱我执和爱他心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所以为此你们应该要好好的去学习《入不照行论》，你应该一直摆着一本《入不照行论》在你的身旁，反复的去学习这部论著里面的第六品安忍品，还有受到了愤怒的诸多过失，对你绝对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第八品也受到了爱我执的过失还有爱他心的功德非常详细的阐释了，所以你一定要摆一本《入不照行论》在你的身边。我相信这一本论著已经翻译成中文了，所以这一本《入不照行论》一定要放在自己的枕边。当你要烦恼或者已经烦恼、正在烦恼的时候，那你就翻阅第六品、第八品，反复的去想这里面的内容。要这么做。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好的，第一脑的专注，哦，我也。那这根基将来担保，康生出去加入，让人我没用的，我只乱那么，长老用的时间，现在得换钱包，现在公司加入我工厂，就是把谈钱经常是把钱包出去，黑了两包挂出。在某松口得知那边给龙邦用金产品的挂证提及七十万当交税，第二个送出去给啥家境的事儿，长老绝对用钱当。杨故事台湾也可不得人中心计划来分享，南门出租所定案的各帮他的十万当，恰是第三百平六十多的平方当，第七分身做不了王局长，台湾。特别是我们南方的春节客，你去从南极拉着康师傅给我新年能腾腾这么上当，我接当接接，我接手机南北，不会跟着嘛南啊，他们用钱当，
学了三级的单板就等于看得大将的了银行的内巴的咱们也只刚才没那么公平的年把他数用我的你自己给帮他的后面的人呢进入那么的这些话了罗上他花的我没用的我只乱那么办咱们就得结婚全部许多公司也让我跟着吧就是吧他们先讲是把全部交当历史买着被单身的激情当把刚才失去把南极给这个人的单张咱正拉不及兄弟跟的机长提及这顿他的革命一心等的八档咱们是对摩拉姆的了这些高层的国内这话刚有不切断人的泡沫那么了切地而且而且这样天津列祖他们一心办没很紧的讲什么他说他们前面公帮头八档但等前的父母刚有南极书开脚进入啊新鲜他们南京的祖上马图吉瓦的我为听的咱们往那边跟前前几所软的罢了当然的对对对啊好的好的那样的对好的书的那甚至是我什么的我现在想为你们传授发心仪轨我平常在说法的时候我都会为你们传发心仪轨、在传发心仪轨的时候我们用的仪轨文并不复杂就是平常念诵的我去皈依于三宝的这个偈文那我念这个偈文的时候你们也跟着念那我们观想前方有真正的导师世尊在前方的虚空在他的旁边有五比丘众在他的旁边有十六罗汉以及八大菩萨世尊的心子以及那兰陀佛教大学的顶严的学者龙树父子无着兄弟等这些大师大学者都在旁边的虚空在虚空的这个坐于佛世尊的旁边那在自己的旁边有一切有情众生那我们采用的这个偈文它的词义并不难就是我去皈依于三宝一一忏悔所造罪随喜有情诸善业内心汲取佛菩提我于佛法众中尊自是菩提去皈依未能成就自他力我要升起菩提心也就是先说皈依之后再说菩提心的殊胜未能成就自他力我要升起菩提心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要为自己好要承办自力的话没有比四位菩提心更好的承办自力的方法了如果要承办他力的话也没有比四位菩提心更好的承办他力的方法如同噶当派的先贤大师所说的如果四位菩提心的话一切的罪障由此净除一切的福报由此累积所以这是最好的极致经藏的无上法门最殊胜的无二法门就是观修菩提心未能成就自他力我要升起菩提心如果你要让自己这一世心灵安乐要让自己的这一世快乐的话你就要好好的思维菩提心如果你要让你的生生世世都能够获得安乐的话那也得思维菩提心如同《入菩萨行论》所说的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以如此的强大的心力乃至虚空未尽之前乃至众生未尽之前我都要住在这个娑婆的世界我所做的唯一就是帮助他人升起如此的巨大的心力的时候当下有什么样的困境可以真正的难倒你呢你是可以完全摧毁这些的逆境这些的困境的所以未能成就自他力我要升起菩提心愿我升起殊胜菩提心然后接待一切众生客所以骗虚空一切有情众生我把你们视为我的最上的贵宾要好的接待你们接待你们之后我要做的就是修习殊胜乐意的菩提心而且我要为了利益众生我要成就佛果位
修习殊胜愿意菩提心，为利众生成就佛果位。以这个寄送文来去许下愿心的承诺，那能够的话就接受菩萨戒。所以2500年前导师世尊为我们讲的殊胜大法，就是这一个菩提心的法门。如果我们具有信心的话，佛菩萨永远都在我们的身边的。所以我们观想佛菩萨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是佛弟子，而且也是八大菩萨，像是观世音、文殊菩萨的信奉者。这些菩萨为了我们示现人相，像无着兄弟龙树父子等也是如此，为了我们示现人相，帮助我们，为了我们他们发菩提心，行广大的菩萨行。所以我要许下承诺，永远都不间断的思维菩提心。那如果能够的话，在受菩萨戒。那现在我们花短暂的时间来去思维菩提心，还有空正见，请思维菩提心，还有空正见。如同《入菩萨行论》里面所说的，如同如喜诸如来现发菩提心，菩萨诸学处如此善安住。所以在此我会为你们传授这个发心仪轨。那我是讲法的上师，如同这个讲法的上师怎么做，怎么修炼菩提心，怎么修炼空正见般的，我要许下承诺，每天无有间断的来去思维菩提心和空正见，好好的做祈祷，好好的发愿，并且许下承诺要这么做。好的，你的其实我也是以前就是你给我的就是我的我的如喜诸如来现发菩提心，菩萨诸学处如此善安住。这种菩提心我们要刻意的蓄意的去培养这一颗殊胜的善心，让自己的心相应菩提心，庄严菩提心。真的如同《入菩萨行论》里面，如果这么做的话，真的如同像《入行论》所说的，今生无祸福，幸得此人生，复生佛家族，悉成如来子，而后我当为悉疑乎佛祖耶？生莫染无此无垢尊贵种，灭此圣甘露，即此菩提心，除贫无尽障，即此菩提心，了即最胜要一此菩提心，彼为博士读众生修习处，如是出苦桥度众离而去，彼是除了脑东升新月新明月，复是摧残日能驱无知埋，是办正法路所出妙地乎？今与护主前严重为上宾，享宴成佛乐，普愿皆欢喜。如同《入菩萨行论》所说的，今天在此，我每一天都坚持去思维菩提心，还有空正见，每天做这两颗心的修炼，如同上师、阿赖耶那尊者这么做般，我也许下承诺，我要这么做，而且我这么做不只有今世而已，我要生生世世都不离菩提心空正见的修炼，如同上师达赖喇嘛尊者这么做般，我也要这么做。以这一种的方式，也是唯一的成佛的途径，为利众生愿成佛，以此功德回向给一切有情众生。我所求的只有帮助众生，今与护主前严重为上宾，享宴成佛乐，普愿皆欢喜，一切众生都把它视为是我的至上贵宾，好好的珍惜。
这以上已经结束了今天要为你们传授的发心仪轨。那光是思维一次是不够的，你们必须要每日无有间断的思维。以我个人来讲，我现在已经80多岁了，一直到今天，我每一天都在思维菩提心空真见，所以我感觉到我每一年的心境都有不同，都有改变。谢谢大家，扎西德勒。谢谢愿达赖喇嘛尊者像今年一样，每年继续在为我等常转法轮，我等做如此的祈请。愿尊者能够慈悲应允。谢谢法王，感谢法王牧师辛劳的说法。那全体祈请立。主席，哎呀，谢谢。Jang ba la ba wo chi da ren jin ba da kun da zang du song de shi da ren jin shi zi qing wen song zhu fu fa wang sheng yi gang jin fa wen chang zhuan fa di an wang wen song wen song xiang fa wang si yi qin dan xiang si dai xiang fa wang qin dan xiang si de jiang jin shuo fa共圆心空，得到得无我人，众人皆人死亡，定心要错亡，消悲四特宝度，得如解。谢谢法王，下次再相逢。谢谢法王的分享，谢谢法王的传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